Hey, don't fly, are you high? Listen to something to say. Time, we see time, you and I. No, no, oh, oh, oh. 篮球魔法和嘴巴比草原要黑，对吗？放心吧，牛气美美，不必要故意假装鬼魅。No, no, oh, oh, oh.嗨，欢迎收看我的新港台频道，我是 KZ 哥哥。今晚呢要煮的宵夜是什么呢？请看以下的材料。今晚整宵夜食的材料就是有一条沙巴鱼。仲有一些香料 ，parsley leaves spicer。依个同埋炸葱头仔。同埋兩粒番茄，同埋一包 mozzarella cheese shredded cheese。OK， 咁就應該大家睇下先煮邊入味先啦。OK， 咁而家咧未煎魚之前咧，梗係要攞啲鹽嚟醃下，佢個肚已經醃咗噶啦嚇，因為驚有腥味。咁而家咧先煮熟兩粒番茄先。OK。然后现在呢，第一样要煮的材料呢，就是这两粒番茄，我要先把它煮熟，煮到软软的时候，待会要放在沙巴鱼上面做配料的。OK， 那现在呢，我们先把两粒番茄给煮熟先，已经洗好了，洗到干干净净了，买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洗啊。OK， 然后就放下去煮。那当然，在煮的时候呢，刚才我们就已经稍早前已经把盐放在沙巴鱼的肚子上了，因为怕有那个鱼腥味了肚子，所以呢，已经下了盐在那边了。OK， 现在在等番茄熟的时候呢 ，OK， 我们看看还能做些什么。OK， 那你们现在看到水已经开始滚了，然后先让这两粒番茄再滚多一下子先吧。因为为什么要滚熟它的原因是它会比较软，要不然放下去一起煮的话呢，有时会有它的番茄的那个生的味道，或者会很硬，所以我比较喜欢煮熟它才吃。OK， 番茄已经煮好了，差不多已经煮熟了，煮到它的皮都已经掉出来了，然后就先把番茄给捞上来，给它降温。OK。你们看得到番茄的皮已经是掉出来了，煮到 OK， 差不多你们看到它的皮掉出来呢，就代表已经可以拿上来了。 OK， 那么刚才番茄两粒番茄已经煮好了，煮熟了，现在呢我要煮这位主角了。 OK， 就是这一条 OK 你们看到的沙巴鱼。在等这个键盘烧的时候呢 ，OK， 我们就先 marinate， 先放一些材料在这一片沙巴鱼上面。当然，现在先放油下去先。刚才所讲的，在等这个煎盘烧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先放一点点的材料，就是第一 parsley leaves， OK 看到吗？ parsley leaves， OK，
这个。加，对，就是这个 parsley leaves， OK。这个 parsley leaf 呢，他们很多的用户者呢都会拿来煮意大利面用的啦。但是我就撒在沙拉鱼的肚子那边和身体那边。然后呢，还有一些炸葱头，看到吗？OK， 然后这个葱头呢也是一样哦，要放在它的肚子上面。煎盘呢，差不多也是要开始热起来了。看到有烟的时候，我就会把鱼放下去。在等的当儿，我们也可以把番茄的皮给拔掉 ，OK， 把它剥掉。我觉得很好奇，为什么我要把番茄的皮剥掉呢？待会我就知道。会把鱼给放下去了。因为这条沙巴鱼呢，有它的背后跟它的肚子，我就先煎它的背后，然后待会才翻过来煎肚子。因为有时候你们买的鱼大小跟我不一样，那时间煮的方面也当然不一样，所以呢，我就没有讲要煮多长或多少的时间用来煮这条鱼。
差不多了，那就会把给搬过来。刚刚已经把八宝鱼给放过来了，现在我在煎它的肚子的部分，你看它的背后已经差不多熟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其实八宝鱼如果是拿去清蒸的话呢，它的鱼腥味就会很重，所以通常人家煮八宝鱼的方式就是拿来煎或者炒。等它煎一下子，然后我就要把我的主料器，我这个拉器给放上去。在煮的当儿呢，已经能闻到那个沙巴鱼的味道。煎它的肚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放一点点的这个 spice 在它的上面，然后就可以把卤肉放上去。对，就是这包 cheese， OK， 看到吗？这包 mozzarella cheese， OK， 就是人家拿来煮意大利面用的卤料 cheese， OK。就是要给它融化，把 cheese 卤料可以放上去，就是这样的情形。待会也是要把它翻过来。所以刚才上面你们看到我已经放了那个 parmesan cheese， OK， 就闻到香味了。好，现在呢，准备把鱼给翻回过来。煎多一下子呢，就可以上锅了。
在那下一个步骤就是要把番茄给弄到好像那种酱料这样子，就是把番茄给捏破。番茄呢捏到差不多这样的形状，可以看到吗？就是很像那种意大利面的那种酱料这样子，就可以把它倒在鱼上面。煮好的沙巴鱼配 cheese 辅料跟番茄酱的酱料就是这样子的。OK， 现在重点就是要准备试吃了。OK， 煮好的鱼就是这样子的，然后现在试吃给你们看喽。OK， 嗨，那现在呢就是要试吃给你们的时间了哈。是第一呢，当然要先试试它的酱料。OK，
番茄酱煮的不错。来试试鱼的部分啊，现在好吃耶，够咸够嫩，没错，沙巴鱼真的是要炸才好吃，还有你看到这些卤料吗 ？cheese， 你看黏黏的，你看到吗 ？cheese 跟番茄酱已经跟那两粒番茄已经混合在一起，你看到吗？卤料跟番茄，吃它的 cheese， 通常有一些比较炸过头的呢，比如说它的鱼皮已经是黑色的，那些就不要吃了啦。吃到手指头，然后吃它的背后，就叫你吃哦，不用太斯文的用手吃比较好。吃鱼哦，不要用筷子跟汤匙，太危险了。真的好吃。要看个人煮食物的喜好，喜欢重口味的呢，还是清淡的呢，就看个人。不过我比较喜欢重口味。上一条，第一条的影片我用广东话来讲，所以今天这一条我用华语来讲。不过大家要小心，吃沙巴鱼有很多很小的骨头在那边。通常我吃鱼我不会配饭吃，就是这样一道菜前就吃下去。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自己煮鱼来吃，还算不错的，还算蛮好吃的。如果问我十分给几分的话，八分，还有进步的空间。我不会去照这食谱别人的食谱来煮啦，自己的创意来下厨会比较有新鲜感。
因为你照着别人的食谱来煮，你未必煮得到像他们一样。所以我就讲了，煮食物的时候看自己个人的口味而定，那你知道要放什么材料。而且没有鱼腥味，因为沙巴鱼如果不会煮的话，就会有很重的鱼腥味。不好意思，好吃到蚊子也来凑热闹，你看，刚才打死了一只蚊子。所以大家记得煮沙巴鱼呢，最好是去 fry 去煎它，不要去清蒸，清蒸的话会很重的鱼腥味的。对，那话不多说，今天这条影片简简单单就来到这里了 ，OK？ 因为吃鱼要小心，我讲话会有骨头。我慢慢享受我自己煮的第一，人生第一次煮的第一道鱼 ，OK？ 那你们如果喜欢今天这条影片的话呢，请记得帮我按赞哦，分享出去给你的亲戚和朋友。重点还没按订阅的您，记得帮我按订阅，因为订阅是免费的。我接下来还会有其他下厨的影片呈现给大家哦，请你们拭目以待。想知道我还会煮什么好料的话呢 ？OK， 或许会煮更隆重一点的。OK， 那就记得收看我的来临未来的影片哦。OK， 按了订阅跟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OK， 那后面的煮的影片或许会有嘉宾来吃，或者会有嘉宾来帮忙煮， OK， 自己拭目以待吧。 OK， 那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吧。刚才那个是可以，我可以加进去。从今开始，我可以加，但是不要在我的心，我加不要动。刚才那个是煮得很好，我用那个。渴望一份真感情。啊，该那段，该单录好了，还是要一次过录，不可以，不可以，要换。Thank you.
还有联络我的方式，可以在我频道里的 About 找得到哦。仲有联络我的方式，可以在我频道里面的 About 找到哦。Ways of contacting me can be found in my channel under the column About.请您记得帮小弟我按订阅哦，反正订阅是免费的，那你就不会错过我未来的影片了。请你记得帮小弟我按个订阅哦，订阅是免费的，那你就不会错过我未来那些影片了。 Kindly help me to press the subscribe buttonAs subscribe is free, then you won't miss out any of my future vlogs.介绍一些未来的影片，即将在我的频道里看到的片段哦。先来介绍下未来的一啲影片的片段，你会睇到喺我频道里边哦。Here are some of the future videos that you'll be seeing in my channel.若是有女有女有姐有男朋友吗？伴我天生天样出走追寻自我吧，再问谁人虚假？日夜太快世界太错，天地洗礼我不怕。对昨天的我一个拥抱，曾经还不知如何是好。若我们再见，我会微笑，谢谢你。我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全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谢谢你，我尝过爱的好，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我希望用我小小的一生，紧紧为你点亮一盏灯，让我看清你，让我看清你，怕过了明天已不是做梦的年龄。驱世事变改，还是越难越爱，唯愿所以再期待。花开花落，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伤害。你改变，真心真意不变，乐与悲经得起这考验。改变一些感觉不变，共并肩，辛苦都算经验。万千笑语言，两次声飞闪，你可知我犯下的过错，是对你倾心，不后悔，不放弃。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只让我笑到最后
一秒未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不必要故意 kill the somebody, no, no, oh, oh, oh。来跳舞吧，喝醉吧，别错完又企，对吗？发誓吧，要自然地美，不必要故意假装诡秘 ，No No Oh Oh Oh。抽烟，一根又一根的煎哦，烟无聊儿的世界，我才会有感觉哦，来吧。一起来淋雨吧，让雨水哦冲掉你所有想法。他妈洗澡一晚，一般也慢，一般也慢 ，No No Oh Oh Oh， 大叫大声呀 ，We can do party。想起我变大，We can do party， 谁需要怪？无谓事就收埋，人人要踩过界。